还要带你来看一个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的苹果电脑执行长贾伯斯。事实上呢，他的特殊风格有不少的死忠粉丝呢。他创业的过程啊，也很有故事性哦。现在就有出版社准备替贾伯斯要出漫画自传，预计8月份就会出版了。苹果执行长贾伯斯一走上台，马上成为目光焦点。而现在更有出版社即将替贾伯斯推出漫画自传，预定出版的蓝水出版社准备把贾伯斯的生平浓缩在一本只有32页的漫画书里，预计8月24号上市，售价约台币115元。事实上，蓝水出版社这次想要推出贾伯斯的漫画，除了因为他本身的魅力之外，也和2月出版 Facebook 创办人祖伯格的漫画书受到好评有些关系。祖伯格的漫画书只有48页，但一推出马上被抢购一空。而该出版社还计划对现代名人，包括 Lady Gaga 等家喻户晓的明星推出漫画自传。至于卖不卖座，就看粉丝捧不捧场了。